本期讲解一个今日头条搞钱计划，学生教育领域符合用户群体，简单高效啊，附带这个实操的教程。随着生活的进步，家长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及在学校的生活情况啊，越来越多的孩子去给学生孩子报这个辅导班、补习班、兴趣班去培养孩子。针对这种心理，我们就有利润空间。课程主包括项目介绍及准备以及实操和总结，两节视频课，还有需要的 AI 工具啊，报班库。全部都准备好了啊，这套课程是非常好的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今日头条搞钱计划，或者是学生教育领域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